我不去送机了，我怕会想挽留你。我知道了，那个，我爱你，陈海杰，我爱你。听说夫人在米兰，好多地方都想聘请她去工作，她到现在都还不回来，会不会是另有打算呢？她也说想在那里多待一年。大哥真叫人同情啊！又不是修行和尚，再等一年，你会不会就地成佛啊？既然是跳槽，至少酬劳要比现在多出两倍才行吧。我知道了，面试结果我们的人事部门会另外通知你。请问一下社长，社长，听说你们现在正在找咖啡师，我蛮有实力的，要不要雇用啊？周一至周五晚间6点，咖啡王子1号店。